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现在到中午啦，我准备去喂一下我们家的猪。那个就是有一头小猪嘛，中午要喂一顿。然后那个还有那个，就是刚生的那窝小猪仔要喂牛奶，所以说去喂一下。然后最近天天下雨，看现在在下雨。我妈的话今天出去有点事儿，她不在家，然后我就去喂猪去了。那个小猪的话要，因为天气冷，要用点热水，我就偷懒了，我就不烧热水了，我去那个洗手间接点那个热水去。看我多机智，就不用烧水了吧？去看看小猪，什么情况？哟，他们怎么在外面睡着呀？哦，在吃奶。我来的话，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喂小猪，而是先把这边的猪的这个保温灯关一下，因为这个长期开着，我怕它坏。关一会儿，等下我来喂它，走的时候再开起来。然后现在小猪的话也长得挺不错了，然后那边那个小猪已经在叫了。他已经饿得不行了，他在等着我给他喂吃的。马上来喂你了，不要着急，早上还剩了一点。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这头猪吃，它都是怎么吃呢？它是喝，它不是那样子，吃得很带劲的那种，它是直接喝，喝汤一样的感觉。它现在长得也不错了，现在为了它，我就要去喂那个小猪了。现在为了它，我就喂小猪了，让它在那里吃一会儿。把这个盆洗一下，有点脏。这个是奶粉，他们主要还是要喝点牛奶。然后我妈一大清早起来就已经，就是烧了开水，用开水壶。他们要喝开水，因为怕他们拉肚子嘛。搅拌均匀。哎呦！那个猪吃饱了到处跑，我赶紧把它关起来。还剩了一点，剩了一点，把它捡起来。大哥，你进去了。嘿，嘿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里面去。它很听话的，进去。它又不怕人。哎，关起来。
起来了。你看他们都在吃奶，然后也有来自己来喝牛奶的。我来帮你们一下。不管了，我一出来他就来了，就是每次我来喂牛奶的时候，那个母猪就开始喂奶，他是故意的。他们太不给面子了，他就把牛奶放到那个保温箱里面，然后我就走了，到时候他们会自己来喝的。你看我不让他们喝的时候他们又来了。放到保温箱里面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管他们了，就把灯打开，等下他们会自己进去的，等下他们就自己进去了。